耶！我的仆人永不消失。开给我打，开给我打。好、哦，这东西还没大招。前面交给你了啊。开了。麦卡利跟安娜一定要秒死，最怕这两只被我靠被路人，这么刚好就七六。好，我站在中间。你七六是打左边吧？左边那个那坨给你贴着打、啊。就左边那坨边边是麦卡利在收的，因为麦卡利站在那。啊？哦，你们是就是你那边，那、啊、是你在收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玩麦卡利在右边呢、欸。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。对，那我，我习惯躲在这边打 boss 啊，应该是。我跟他讲一下哦，按这样，boss 是 boss 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先打好了，先射。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搞不懂，怕他把什么东西。你那怎么样？怕安娜睡他的时候，大嘴丢下去就爽。又丢麦卡利。那条龙会把 boss 叫起来。好像也是会，可是伤害不大。就没有麦卡利那么。其实他的龙是要拿来收小兵的。对对对。那个蓝色啊，先收掉，他会射人。强化你了。哎，那快就按强化。他怎么强化你啊？可是他可能极限。好，不过他撑不撑得到，应该撑得到啊。下一波 boss 应该撑得到啦。哇，那个半刀其实很准哦。夺命风暴是谁、啊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是。那我来加，就找认识的比较沟通。要加，他已经在内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加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观战，是不是？他在观战。嗨。嗨。我看到他在观战啊。他从这边来的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哇靠！没啊，惨死掉、欸！快死了，快死了，赶快！来来来！你们打什么样的？困难！来啊，要睡了，要睡了！大绝，给我再睡哦！大绝！强化你了！最好睡啊！睡！哎没睡哎没睡到，他没睡到！啊靠呗！这个地方由于没有睡眠到，所以我们要提早开枪，自己要抓时间提早开枪，不然死神会溜走。干！我要提早射，不然他会溜走。哦干！我太准了。很大的声音滴完了，因为我刚没有提早射的话，他我靠，他会溜走、啊。弓箭手一向专心，消灭了死神。等下我要先压制一下。僵尸模式啊，应该算是僵尸模式啊，不然知道叫什么？对，应该可以这么讲。有人要补吗？那我放了。哦、基本上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最好找认识的一起打、哦、然后没有血可以请安娜或者是七六帮你。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待在右边这个角落、哦、那有一个制高点、哦、比较安全。靠！我靠！不然人死哦。Oh my god！ 给我帮补一下。炸弹来了！城里面攻过来了。万托比，你看。哦，快死了！差不棒！麦卡要死，然后我本身main角不是麦卡利哦，所以基本上应该大家玩起来，应该我同样的打法应该会好过很多。你看那个小兵干真的半张不收掉没办法，大绝一定要拿来吃小兵，太多了。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，那原本士兵七六是没有办法瞄准那个。像那种地狱飞轮那种东西，这可以啊，他直接可以瞄准的、啊。我改过，他
他会锁定的东西的，因为这个地图可以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地图关系。好，我在你后面。来来来，然后就。Oh my god！ 记得帮我补血，让我升一把。先 Q 我再睡他就对了。对，先 Q 然后睡他。哇，大绝弄不到吗？大没射到，然后他就射。加！哦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！哎、欸，没有断补，断补。平常要善用麦卡利的一剑，除了可以断补，也可以断大。哦，我还瞄准那艾伦，干！这还蛮好玩的，有会配合玩起来是有差的。玩困难的吗？对，玩困难的。有困难吗？你应该听大人的话。这安娜是莫名的射到我，我以为他植物者谁？你们正在玩困难的。那你看看怪就知道了。第三关。你玩不看？好来来。听我在睡博士啊。你们全都会后悔。先睡战术，然后激活那个。先 Q 我。没有关系，没睡到没关系，我们不要慌张，我们这时候还是继续瞄哈。不是朝城堡投掷炸弹，爆炸声与他的笑声，英雄一阵惊慌。这时候大绝开完之后，我们再继续补枪哦，补个几枪应该就差不多就可以带走他了哦。哦，我没血了，我剩7滴哦，我不会死哦。啊！我在射死人。啊！撑住，撑住！插不棒！干！棒！那、啊、还有谁活着？我！啊！城墙啊！城墙被攻击了！八点，好痛！我的城墙。因为我们开始都有锁好了，所以后面撑真的这个撑久。啊，那你是三四倍哦！哎、欸，两个炸弹，右边的，哇，被 carry 了一场。啊、这部队之间就要互相搭配玩起来就不错。这个不要放大，这个不要放大，我还要留给伟王。打是打好痛哦！这一波的死神的话，可以看到我们是用维欧的、哦、慢慢打哦，因为我们最后一波的大绝要留给最后一波的 boss， 全部的 boss。安娜准备啊，帮我补一下。干，又来到。哎，刚才最后一波。还要打吗？还要打？有，我打。帮你补。要留给鬼王。英雄精疲力竭，片死难伤，但战斗已结束。准备啊！开给我打。好、哦，这东西还没大招。前面交给你们了、啊，这时候只能躲好瞄准圈里 boss， 慈悲一定要拿掉。Oh、my god， 我被秒掉！女巫死掉了。阿、啊、各位。博士的爪牙很快就会涌入城堡。还有谁还活着？就是他们。活着。真的，好废啊！打小兵！万物与创造他的人都死了，四名英雄过了伤痕累累。哇哦！哦耶！爽爽爽！成就哎！哇，有成就哎！对，有成就啊，有成就啊！哇哦！这好玩！这两个成就，哎呦！我靠！哇！我怎么？哇，这太爽了吧！对，很爽啊。麦卡利其实在这是稳伤害赖的。对啊，可是我刚刚打的是76伤害赖哦。因为要靠安娜，不然伤不了艾赖。对。对啊。强化你了，去吧。